首度在去年北美洛杉矶车展发表，大改款马自达七人座休旅 CX-9， 如今在国内业者规划以 2WD、2WD 旗舰与 AWD 旗舰三种不同规格，以及 148.9 万元、168.9 万元与 176.9 万元三种不同售价导入国内贩售。全新 CX-9 外观导入 Coldo 混动设计理念，达5075公里尺码，不仅更为紧致，也凸显更为不同的运动气息。内装采现代化家族风格设计，并在中控台上搭载8寸显示萤幕。而轴距2930公里的设定，提供标准七人座的空间配置，且在座椅全数倾倒下，还可提供约1680升的置物容量。不过并无平整化设计也较为可惜，动力部分采单一排气量 2.5 升汽油引擎，拥有230匹最大马力与 42.8 公斤米扭力。随全新 CX-9 正式导入后，除目前国内贩售进口车款，且同样也是拥有七人座空间的对手 Toyota Previa、 Honda Odyssey， 对于买家而言无不也是一项新的不同选择。动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